当然第一个先复制，第一个先把它改成50了哈，那再复制另外三个，那这个水平，这个水平，这个旋转90度啊，垂直旋转90度，这样第一题哈。第二题的话就是这一个，这个它是本来是在这个这一张里面，然后把它先做那个透明度一样改50，然后把它怎么样复制图层到哪里呢？到这边来。不过复制过来的话哈，它会在下面，所以你把它搬到上面来哦，大概流程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哈。反正你把它熟悉之后啦，考试就照着这样做。那尽量当然也不要死背啦哦，这些都活的东西哈。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接下来就是啊，题目要我们做一些再进一步哈。把它做一些那个建成的效果啦，那其实各位可以看到那个完成的地方哈，其实就像什么，上面不是盖了这些东西啊，有没有？有一些颜色，但是这个颜色又好像彩色的在上面的这个效果，那怎么做出来的哈？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后面这些东西啦哈，它有几个动作。首先的话呢，这个算是比较难一点点哈。但是这个只要细节有注意到的话，你就照着这个题目要求的一个个来做，我想应该没有做不出来的。首先第一个什么，建立一个新的图层，填色就填满，填满白色，那并且设定图层样式为颜色覆盖，然后要柔光，要这个颜色，并且把填满色为0，好，完成这些动作。所以第一个我们一个个来看，第一个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图层？当然简单了，你就切到这个画面，切到刚刚这个。那建立新图层，我前面讲过啊，你可以从那个这个右下角哈，右下角这边有什么新图层嘛？好，前面讲过嘛，你点它一下，它就会建一个新的图层。那这个图层的话呢，它会建在这个图层2有没有？那你把它搬到最上面好了，好，先把它搬到最上面。那这个图层里面要填颜色，它原来预设是透明的，有没有？你会发现啊，是怎么？透明的话表示这里嘛，它像就是透明的，有没有方格状嘛？那所以我要填一个颜色的话，那怎么做？很简单，怎么做？编辑填满，对，填满，有没有？这颜色啊，白色就好了。可以前面好像做过蛮多的哈，白色就填上去。所以以后你要填一个图层是白色，就这样子。那它题目里面要求做什么呢？这个第一个就做完了，填满白色，然后呢，设定图层样式，关键字哦。图层样式哦，应该还记得图层样式怎么叫出来吧？只要在那个图层上怎么样，快点两下，就会跳出那个图层样式的那个视窗。找到颜色覆盖，设定值设定这一些，就完成啊。所以怎么做哦？第一个，在这个图层快点两下，它会跳出什么图层样式？有没有？这个好像之前也特别强调过图层样式哈。那图层样式里面有一个什么？颜色覆盖，所以你就找到颜色覆盖这个选项，有没有？特别注意哦，这个时候请你点一下颜色覆盖，它会顺便帮你打勾。但是呢，颜色覆盖呢，它要柔光的，所以请你把正常改成柔光。柔光在哪里？在这里，有没有柔光？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它柔光的颜色也不是要红色，它要是多少呢？它要是这个186 186 90，186 186 90 ，OK， 所以把这186 186、然后下一个是186，下一个90，填上去就有点像这个颜色哈、好，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，但是你会发现，奇怪，背后的东西怎么还不见呢？因为它最后说填满怎么样，要把它改成零，就是意思就是说哈、让它改成这样，有没有？填满，有没有发现？所以你会发现填满，这又是一招了，有没有？这个是完全填满，意思就是说我如果填 100% 它就看不到了，但是如果我填的是什么呢？ 50%， 这感觉有点像雾里看花哈、那其实跟不透明有没有不一样呢？其实不透明可不可以做出不一样的效果出来？也有，有没有？不过呢，你会发现不透明的部分是透明度，那填满的话呢，是要不要填满那个白色的部分？所以两者之间哈、稍有差异哦。OK， 那当然这就是两招，以后可以利用这两招做很多的变化哈、那因为题目里面呢，它就是要把那个填满给改成零啊，是基本上有没有？他说图层呢填满设为零就可以了啊。所以第一个我们已经完成到第三题的这边，然后呢再建一个新的图层。
并且填也一样白色，所以跟上面是动作一模一样。但是后面这个地方不一样，用渐层覆盖，哦，但是哦，它后面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没讲清楚哦，这个可能你们要稍微记一下哦。也就是说呢，我如果渐层像现在这个效果跟这个效果好像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渐层的那个，所以再新一个图层，再一样填满那个白色，哦，填满白色，填满完之后呢？ 一样在这上面点两下，找到渐层覆盖。OK，那渐层覆盖预设是黑白的，不过看起来应该不是黑白，所以题目里面没讲。第一个你可能要自己要改几个地方。第一个，请你把那个什么呢，渐层本来黑白改成彩色，而且要改成什么？改成这个彩色。哎，OK， 你会发现，没办法，因为完成档就是这个颜色嘛，哈。但是第二个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哦。 哎，这个渐层做完之后的话，那还有什么差别呢？那个完成的档案哦，它的方向哦，有没有发现？这个方向哦，它是什么呢？有没有是垂直的？有没有？可是我们做出来是水平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哈，你在填的颜色的时候呢，请这边哦，渐层这边哈，这边改成彩色的，然后角度的话呢，哈，原来是90度对，请你把它改成0度。 哎，为什么要改成0度？因为呢，我要把它改成垂直，否则你这样做出来感觉跟完成档方向不对啊，不一样哦。所以特别重要，预设是90度，请你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0度，其实改成180度也可以啦，反正不是转这个方向跟转那个方向而已哈。好，那最后的话呢，哈，这个地方呢就把它还有个地方要改一下，这边请你把它改成覆盖，哦，这个地方改覆盖。 哎，所以要改一、二、三，OK， 特别注意哦，哈，这个是渐层啊，题目里面只有讲到这个，他没有讲到这个，也没讲这个，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。那另外还有哪个地方不透明度？我看下题目里面有没有讲不透明度。第三个，OK， 不过我记得这个不透明度如果100看不到，对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把这个不透明度哈。 这个把它改成多少？改成大概25左右，覆盖。然后这个哈，啊现，这个不要改，OK， 按确定。不透明度啊，这边呢、啊，这边把它改一下，改成25，不，这个效果哦，这个效果要改成覆盖。好，效果。 还是说这个填满是啊？对对，这个填满一样啊、哦。这个透明度不改，做完之后呢，一样哦。前面的那个是不透明度是到零，好、哦，所以我们把它改一下。不过我记得这个零哦，看到的效果好像又跟最后完成不太一样。我记得好像差不多改成25吧，哦，这个效果，哎，还是改成零。那哎，改成零好像比较接近了。OK， 那请各位试一下，就是说。 根据那个题目里面哈，他要我们做的这些动作，那就是做两个新的图层哈，啊，并且特别注意哦，设定那个点两下，包含就是渐层跟颜色覆盖。好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因为现在下等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再来看哦。